这么长时间都没回来了，这变化咋这么大呀？这也不知道我闺女家在哪儿啊。哎，姑娘。阿姨，什么事儿呀？我给你打听个人呗。谁呀、阿姨？你说。我想问你一下，闪闪在哪儿？你认识不？闪闪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家就在前面第三个胡同第四家。好，谢谢你，姑娘。啊，不客气。你应该就是这一家了吧？闺女，你这个老太婆叫谁闺女呢？闺女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可是你妈。还真是你啊，你这怎么穿成这样就回来了？闺女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挺干净的。干净？你回来干什么？闺女，妈老了，在外边干不动了，想回来住你家享清福呢。什么？上我家？你想什么呢？闺女，你这是啥意思？咋跟妈这样说话呀？你说说你啊，年轻的时候不找我，现在年纪大了找我干什么啊？给你养老啊？闺女，你说妈老了不找你养老，我找谁呀？你爱找谁找谁。你看你穿这一身那么脏，我家是楼房，那是你能住的地方吗？再说了，你又不是我一个闺女，你去找我小妹啊。闺女，我告诉你，我还有事呢，没空搭理你，爱去哪去哪。闺女，你想到我这儿让我给你养老呀，想得怪美。闺女，你可是妈的孩子，你不给我养老，那妈指着谁呀？我不是还有个大姐吗？你找我大姐去啊，你找我干嘛呀？闺女，别提你大姐了，你大姐连门都没让妈进。闺女，妈求求你，就妈进家吧，到你家喝口热水也行啊。他是老大，他不想养你，我也不想养你。他不让你进家门啊，我的家门你也不想进。闺女，你咋能跟你大姐学着呀？你小的时候最疼妈了，闺女，你不能跟他学着呀。你得了吧，那都啥时候的事了？都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，还在这提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就给我滚，不想看见你。闺女，闺女。
阿姨，阿姨，婶儿，怎么是你啊？小伟，你拉我干啥？你让我死，让我死了算了。婶儿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这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你这怎么寻死呀？你说珊珊跟宁宁都不要我了，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？我不如死了算了。婶儿，他们两个怎么能这样啊？行了行了，你先别哭，咱们呀回家再说，走去我家。慢点，婶儿。慢点，婶儿，来坐。小辉，你说你拉我干啥？我这老婆子准备拖累你。婶儿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拖累我呀？咱们呀都是一家人。我真没想到我那两个闺女她能这样对我，真让我寒心呐。婶儿，你就别哭了，他们不养你啊，我养你，反正啊这家里啊也没什么人住，就我一个人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你就住我这儿。小慧，你说你还年轻，还没娶媳妇儿，不能因为我这老婆子耽误你呀。哎呀，婶儿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耽误呀？就我们家这条件，也没人能看上我，你呀就安心住下吧，到时候啊我给你养老。好了，婶儿，你别哭了，你看。咱都走这么远了，外边这么冷，我呀去给你熬杯姜茶。好，好。婶儿，你先歇着。婶儿，哎呀，小黑，啥事啊？这么高兴？你呀，先别扫地。婶儿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咱们村啊要拆迁了。拆迁了？小辉，拆迁是不是咱就有钱了？是啊，婶儿，我这房子和你那老宅子都拆了，我这房子赔了150万，你那老宅子赔了200万呢。啊，那以后咱有钱了，咱搬到城里住，可以给你娶媳妇了。是啊，婶儿，以后啊这破房子就不用住了，咱们呀都搬到城里住。好，好。咱那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，以后咱也是城里人了。是啊，婶儿，今天啊高兴，咱们呀出去吃，好好庆祝庆祝。行，来，行，走。好啊，小妹，你快点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钱啊绝对不能让他给外人。就是，咱赶紧去吧，姐。我妈是不是在你家？你们两个怎么来了？坐吧，坐下说。小辉啊，这我妈呢。婶儿啊，她在屋里睡觉呢。你们两个有什么话告诉我，等她醒了，我再对她说。小辉，我问你，你让我妈在你家住，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？目的，珊珊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你要没目的，你能让我妈在你家住这么多年？宁宁，你说这话我就听不懂了。什么是我让婶在这住这么多年？你们两个要是养她的话，婶会来我这住啊？小辉，当初我们可没有你这个心眼啊！现在我妈的老房子拆迁了，你是不是想一个人独退啊？你是不是打的如意算盘，想把我妈的房子给占了呀？行了，宁宁，别跟他废话，今天啊把老婆子拉走。就是。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我都说了，婶啊正睡着觉呢。好了，别吵了。婶儿。妈，妈，你叫谁呢？妈，
小闺女了，你看你这记性。对呀、啊、妈，我是你大闺女，现在知道我是你妈了，你们两个当初怎么对我的你们都忘了吗？妈，那都以前的事了，你还提他干嘛呀？妈，我这次来是专程接你到我家去住的，走上我家去吧。宁宁，你怎么这样？刚才在路上我们可是商量好的，我是老大，先上我家。先上我家吧，姐，我家方便。方便什么呀？你家那么小，我家可是楼房。你家楼房怎么了？你家也没我家装修的好呀，我家住的也舒服。宁宁，你是不是成心气我呀？我跟你说，今天妈必须住我家。住我家？住我家？住我家？好的，你们两个别再争了，我谁家都不去，我就住小辉家。妈，你就别在小辉这住了，你看他家房子那么破。是啊妈，再怎么说他也是个外人，我们两个才是你的亲闺女，才是你的亲人啊。你们还有脸说你是我的闺女，是我的亲人？可是三年前你们是怎么做的？妈辛辛苦苦到你们家，你们门都没让妈进，妈死的心都有啊。是小慧把我从坑边上拉过来。婶儿，你别激动，慢慢说。你们还有脸说三年了你们连看过妈一次吗？妈有个头痛脑热都是小慧床前床后的伺候着，可你们呢，一听说妈的房子拆迁了你们过来了，你们两个有没有一点良心呢？闺女，你们想想，你爸走得早，咱娘三个相依为命，妈是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们拉扯大，供你们上学，妈没钱，妈打了几份工，你说你们嫁了人能过上好的生活？你们结了婚，妈心想跟着你们能享享清福，没想到你们不管妈，妈没办法又出去打工，回来你们还是这个样子。妈老了回来以后你们还这样对我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就当没生过你们两个。妈的拆迁款你们一分也别想要，我全部给小辉，我以后我就指着小辉养我。妈，我们错了，没想到这么多年你受了这么多苦。是啊妈，这么多年我们没尽到一个当闺女的责任，你放心，以后啊我们给你养老，那个拆迁款啊我们一分钱都不会要的。妈，这钱啊我们一分钱都不要，都给小辉，我们两个只想好好孝顺你，好好报答你。婶儿，你看他们都这样说了，你呀、啊、就给他们一次机会，拆迁款啊我也不会要的，到时候啊给婶让他养老。行，小辉，既然你给他们两个求情，我就再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。婶儿，你这样想就对了。珊珊、宁宁，你们呀进屋帮婶收拾收拾东西。好，行。